快点的，你们先等一会儿啊，你们先飞，我一会儿再飞，我不着急。上来吃一层塔皮先，哎，吃塔皮，上来先吃一层塔皮，这些伤口没有带来痛苦。小黄毛啊，哎我操，这弩机关枪啊，这弩行啊。哎，原来弩这么好玩啊！哎呦我操，这机关枪！好嘞，先等个二级啊！我操你个眼！好嘞，干呐！我死了可以干，你打人别只会抠，你平 A 会不会？你给我 A， 你给我打死！漂亮！啊！呀！别只会平 A 呀，这家伙！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这再忍住抠！哎呦我锤死！锤死！锤死！不行啊，不能让他，不能让他勾啊，兄弟！给我干！小黄毛好像有点问题，你给我打死他！太菜了，小黄毛！可以，还有助攻呢。拆塔，快快快快快！跟我对撸，我不撸死你，跟我对撸，我来个暗行者之掌。我打死他弩，漂亮，把锤死我撸的。哎呀，跑，我追死他，漂亮。一个人头也没有啊，我零七六啊，这天为什么啥都感觉不到，啊，拆塔，我要的血瓶一点用都没有，可以说。哎呦我操他妈机关枪！
锤石是 AD 的吗？锤石啊！哎呦，我穿身上再飞回来了。锤石 AD 的啊。他俩都六了呀，我得升个级呀，我这一看呢。好了，得升一手级，他俩六级。奴奴不需要 W 吗？还有个比头像。我在这呢，不要怕，站着跟他们打。我锤石。哎，气死我了！太鸡巴笨了！哎呀，这个笨逼！哎呀，这也太笨了！真是个笨逼！我给你来点货，还在这落手。哎呀，锤石，轮到我了，锤石。哎呀，锤石，轮到我了啊！还在这落手。没人了，你的下路，我来个水银孩吧。哎，闪现暗行者之斗，减速起立，冲啊！给我飙车！哎呦，停车！我给他拦下来了，兄弟。我打我恩吧，打锤石。哈哈，怎么每一把都是劣势呢？这家伙，追踪。我已经打赢了，不要怕死。不能干！我猜，兄弟们，有没有兵线？无所谓了。这落手居然出的正常装备，看我出点啥。我先直接把这些小兵都给他撞死。
哎呀，哎呀，老锤石！我飞了！怎么的呢？俺俩干一架呗！你别叫人，你这叫人就有点过分了。太过分了，叫人儿简直过分呀，出错装备了，那我出点啥呢？这个九头蛇可以要啊，我是准备出个幽梦的。我把这个换成元件改造吧，要不省着我也不用这玩意儿了。我看能不能直接冲到高地去啊！冲啊！给我冲！把幽梦给除了，下路高地没拆掉，兵营没拆掉，伤害还有点低呀、啊！这拆兵营拆那么慢，我讨厌这么等着。没人是吧？没人，没人，我冲了啊！这没有关系，机关枪，对面已经都没了，快！你俩干啥呢？这落手这么猛吗？这落手，咋不劈呢？啊，没大招。没有大招，没关系啊，我来。你干啥呢？我干他呀！这有什么好怕的？这龙女儿，怕个什么玩意儿？给我锤！来个九头蛇，最后我们出个蟹手不行，稍微扛个扛揍一点。我死了十八把，不要管他们，给我上高地。
我感受不到疼痛。一会儿再把上路拆了。等三路都拆完，我们就去打团，啊，我们就去打团战了。不拆了，你们全死了。等我一下吧，再去打架。你们得等我一会儿，你们不等我的，一个一个往上上，俺们就全死了，就完了。我人呢？哟。家伙，但是知道我在了呀！我一看，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了，我去拆上路了。嘿，啥路全破了啊！这是黑白游戏吗？这是这是不是黑白游戏？那没办法，我选个赛呀，你说我选怎么着？我死了二十把，哎呀，我这二十把呀，对照上防御塔，你们要非得再打，那我就必须得去拆了啊！你们非得要再打两波的话，那咱就继续拆。啊，你们非得这个样子似的，不给我面子，那我可能指定就得上高地了。杀了！吸不上来血呀！这落手好猛啊！落手啊！他怎么不拉呢？拉人啊！哎呦我操！这什么玩意儿了？谁呀？这不会是 C 吧？这是，哎呦我，哎呀，被踢死了，上个基地了。那这我防御空间不来了吗？这上个主基地了，上个主基地了，不是我的活了吗？这，我操他妈！我一秒人就没了。哎，我人一秒就没了，我化成灰了。哎，拆门牙没了。等一会儿吧，黑白了，黑屏了，黑屏了又。兄弟们，等我一会儿啊！一会儿得等我一会儿。一会儿。你们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拆基地。啊，我去拆基地。哎呦，我这大盾！队友好像有点猛啊。队友有点猛也没用，这基地必须得我拆。我不拆了，我杀奴奴。哎，我杀奴奴，拿下！拿下！